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节目。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首先，民主党为了即将到来的11月选举，宣布了2800万美元的初步广告预定计划，重点关注竞争激烈的州，如亚利桑那、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州。广告不仅在电视上播放，还会在 Hulu 等流媒体平台上出现。共和党方面尚未宣布他们的广告预定计划。接下来，我们要谈谈安东尼·福奇博士，他在2020年最后一刻窥见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心态。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96%的特朗普支持者坚信他会赢得2020年大选。尽管拜登在受访者中更受青睐，但美国人对选举结果的预测却是分裂的。如果特朗普决定再次参选2024，这种信念可能会再次引发支持者的不满。最后，拜登总统计划纪念 DACA 项目12周年，并预计宣布新的计划，让与美国公民结婚的无证移民申请合法居留。同时，前总统特朗普将在威斯康星州发表演讲，批评拜登的总统任期。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华盛顿邮报报道，众议院民主党竞选机构周二宣布了首批2800万美元的秋季广告预定，重点关注亚利桑那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等竞争激烈的选区。这一支出计划包括在8个州的广播电视广告预定1600万美元，以及在21个州的数字广告预定1200万美元。这些广告投资旨在应对2020年大选后重新划分选区带来的挑战，确保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民主党目前在众议院拥有213个席位，而共和党有218个席位，另外有4个空缺。此次广告预定还包括在流媒体平台上的早期投资，以适应选民获取信息的新现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朱莉·梅尔兹表示，这一策略确保了他们能够有效提升对共和党极端主义的警惕，并触及将决定众议院战局的选民。华盛顿邮报披露，安东尼·福奇在2020年大选前夕与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通话中得到了对特朗普心态的最后一瞥。2020年11月1日，距离投票结束还有2天，特朗普在致电福奇时对其未能更积极地看待疫情表示不满，并预测自己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特朗普在电话中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表示自己总是赢，无论他人怎么想。这一对话的背景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逆袭成功，尽管民调不利，但他凭借群众的热情和支持赢得了胜利。然而，2020年大选结果不如他所愿，随后的争议和动荡更是让人质疑他对选举结果的态度。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在大选前对其连任充满信心，当结果不如预期时，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承认错误，还是相信选举被操纵。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计划在周二白宫活动上纪念同年抵达者暂缓遣返计划 DACA 实施12周年，预计他将详细介绍新计划，为数十万与美国公民结婚的无证移民申请合法居留铺平道路，这是他总统任期内最广泛的移民计划之一。同时，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前往威斯康星州拉辛，发表关于乔·拜登失败的总统任期的演讲。这些活动反映了即将到来的2024年大选的紧张局势和双方的竞选策略。华盛顿邮报报道，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候选人共和党人马克·罗宾逊长期以来发表了淡化和轻视性侵和家庭暴力的言论。罗宾逊曾质疑多名女性对著名男性如好莱坞制作人哈维·维恩斯坦、演员比尔·考斯比和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的性侵指控的可信度，称这些人是被屠宰的牺牲羔羊。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多次提到2014年 NFL 明星雷莱斯的家庭暴力事件，暗示莱斯的未婚妻因为身体冲突负责。
罗宾逊的这些言论引发了广泛的批评，特别是对女性选民的吸引力可能受到影响。尽管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支持罗宾逊，但他的挑衅性言论可能会使共和党在翻转民主党州长席位的希望变得更加困难。民主党对手乔什·斯坦和拜登总统希望在11月的选举中赢得北卡罗来纳州女性选民的支持。华盛顿邮报与易普索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尽管保守派对多样性、公平和包容 DEI 计划的攻击加剧，但多数美国人仍然支持公司采取措施解决其员工队伍中的历史性不平等。约六成美国人认为 DEI 计划是好事，尤其是针对弱势群体的实习和反偏见培训等具体项目支持率更高。调查发现，支持 DEI 计划的比例在不同种族群体中有所不同，而对管理层实现多样性目标的财务激励普遍不受欢迎。尽管共和党主导的州立法机构正在考虑大量反 DEI 法案，但大多数美国人仍然认为 DEI 计划有助于促进工作场所的公平和多样性。调查还显示，尽管 DEI 计划面临法律挑战，但公众对通过增加种族多样性来改善工作场所的支持度在过去一年中保持稳定。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ubrief.com。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A river starts to rise and sometimes shiver. Economy goes up and down. In this game, we wear the crown. Startups popping like the news. Crypto fashion headline views. Diversify your gains and play. Ride the wave, don't miss the day. Markets moving, never still. Cash in hand, it gives a thrill.Markets move.